还有一种啊，鼻梁线这个轮子啊压得太紧，导致鼻梁线上面全都是我们这种褶皱的花纹纹路，这样的话把鼻梁线全部压紧了，压扁了之后呢，鼻梁线就容易从沿着这个花纹这里直接上来，就不走这个槽了。所以说这个压力，就是这个压力太过的时候，对，把鼻梁线压花。对，压花。嗯、我可以给你做一个状态，做一个坏品。对，做一个坏品哈。现在，哦，你看这里少了一个东西。哦，少了一个压紧块。哦，嗯，这个，嗯，我先找。